式嘅活動咧，係向廣大嘅市民大眾咧進一步去推廣安全社區嘅信息嘅。特色展區我哋會展出我哋反恐專責做一啲重要嘅里程碑，同埋我哋六個成員部門嘅反恐嘅職能。而互動體驗區咧就結合咗新穎同埋傳統嘅體驗項目，希望以一個生動嘅手法向唔同年齡層咧去推廣反恐同埋應急嘅信息。而互動小劇場咧就會模仿咧發現有懷疑爆炸品嘅緊急情況，加入一啲特別效果去提升個真實感同埋投入感嘅。我哋期望到訪同埋參加者咧，唔再淨係以往咁透過一啲靜態講座嘅形式咧去接收反恐嘅信息，而希望透過互動嘅體驗咧，同埋喺我哋專業嘅人員指示之下，親身去應用一啲應急嘅技巧。以第一身動態去參與，希望提升一個學習的成效。